去。明什么？明是日月日文明，是上日下文。对。宪是宪法的宪。对，明宪。哎，明宪。明宪。对，宪明宪。都是我们全球帮扣着。好，我们同声开口，为宪明宪背后的所有的七世父母，所有的主德万姓万灵十方法界众生，我们同声开口叩中，即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片无上正等正觉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够遇到善知识、会善知识及善知识于一处，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，将长吉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，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，并转换自身的神经、血液、细胞、染色体、DNA、RNA、基因、原子、原子核、质子、电子、中子、微中子、微子、量子、光子、超光子，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，转换成无量光、无量寿。感恩再感恩，无限的感恩。弟子是众念，这个都一生都要念自己的名字哈。十念，愿本尊岁五在所不惜，法身遍满虚空，承担于一切，只愿成就大众。阿弥陀佛。本身睡骨就是我们将所有的问题呢，只要障碍这个完全是妄念所造成的这些残领或者是残缺的，它就重新架构了，就是一个光体就对了。好，我们同声开口，我们透过呢谢家历代祖先以及背后所有的灵虚微尘重新架构，重生降临，我们同声开口，灵虚微尘净土十念，希望所有的音频呢跟着我的频率，跟着我们所有的慈悲无障碍唱诵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万姓万灵，我们重新架构，跟着我继续呢，透过音频回归净土，无赖无趣再次降临在人生，展现新的 DNA， 由新的坛城、新天新地、新的人类、新的智慧、新的莲花国再次的能够降临明现重生，开展新的生命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五会十念放光起诵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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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除无始来的妄念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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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新架构新的生物结构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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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回归净土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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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所有的主德扬声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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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人类的大脑中念转起持琉璃本具足的十念放光，此乃无量寿经第四十八大愿的第十八愿的十念当中量子的思维。只要你秉持着相信由 RNA 来带领时空统一白净晶体三三四，此乃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单一相信，改造生命的结构。从这一刻时空任何一个时间点，只要你一颗相信之心，真空妙有最性本空，重新以感恩的心再次的回归自身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呢让你了解的。刚刚你看我们有扣钟，有108的，还有呢就是净土的。这就是我们每天重复简单做拱廊的时候做在拱佛拱佛拱佛。哎，久了之后呢它就是学语。一个语呢是一个日，一个语呢会往真正的内在回正的内正的心就回来了。此心就是大彻大悟者。所以我们想说我们透过这样子也希望让明线呢了解，这就是刚刚所有的音频要给你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做眼睛波疗法，就是用这个五会念哦。好，我们一